Hello，大家好啊！今天是2021年的11月1号啊，这10月份结束了，11月份要开始了，差不多冬天要来了。今天温度14度啊，现在是11点35分。我记忆当中，我来美国最早的那几年的时候呢，10月份就开始下雪了，10月份就开始下过雪，下过雪之后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傻乎乎，你知道吧？干什么都新鲜啊，去曼哈顿看那个什么万圣节的游行啊，那个时候。天气很冷啊，比昨天冷多了。昨天其实并不感觉特别冷啊。另外一个在曼哈顿呢、曼哈顿那个高楼林立，这个感觉那个背阴的地方特别多。然后呢，风呢就是感觉特别冷，感觉就是给我的体感温度就是就感觉这个曼哈顿它的温度要比其他地方还要稍微要低很多啊。就是你去看游行的感觉就是冻得不得了。但是这两年是因为天气变暖和了嘛啊，所以说10月份下雪的都很少啊，起码到11月份、11月中旬。到12月份，可能这两个月如果是有雪的话会下，到1、2月份反而就是会雪会少一些，哎，到3、4月份反而又会来一些，所以说现在这个气候规律也是变化无常啊。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差不多他说从10月份开始下，11月、12月、1月、2月、3月下了半年了，就是我来那半年，基本上我地上都没有看过就是真实的地面，全是白雪覆盖的，或者是被雪那个压成的那个黑色的那种路面，直到5、6月份啊。我基本上去新泽西了，那个总算能见着了这种那个地面了。现在油价啊，右边的是个3.49、3.59，左边的这个 T-Mobile 这个是3.79、3.89。长岛的油价是我加油的时候，我昨天前天又加了40多块钱，是多少钱？3.47。反正油价现在就是说油价现在啊、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在涨，就没有下去过啊！我记得去前年2019年、2020年的时候，你涨到3.2块多了以后，还会往回掉，是吧？掉到个2.98块、2.7块、2.8块、2.7块。现在这光涨了不掉了，它也不掉了，这他妈谁受得了？但是，那个什么，总有一点点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昨天前天我总算吃了2天干饭啊，总算把肚子填饱了，不管好吃不好吃，把肚子填饱了一点啊。但是到现在为止，肉还是没吃着，哎呀，烦死了。到现在有一两个月了，一天的肉都没吃着啊，知道我说这个肉干饭稀饭什么意思的，如果不知道的，翻翻我之前的视频啊，我这个都讲过。前几天吧，反正不是前几天，就是一直啊、都有一个网友，有好几个网友啊、要问我微信号是多少啊，我加我问你什么，问你点问题啊。还有的网友说，哎呀，我看你视频很久了，一直关注你啊，你的微信号是多少啊？当然你知道我这个人直来直去的，你知道吧？我之前视频也跟你们讲过，我不是特别爱说话，而且我说话特别直，特别有的时候不注意就会把人伤了，那我就不太爱跟别人直接聊天，你知道吧？我怕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就把他给伤了，你知道吧？所以说我现在就轻易不敢通过好友了，我都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啊。之前加过我的那个网友呢，我基本上都不怎么说话，所以说他们加了我也不怎么聊天，然后所以加了我也白加了，是吧？没有必要，没有意义。有什么话呢？我的视频里面都讲过，是吧？再加的话也是重复再重复，没有必要了，是吧？啊，再加上最关键的一点是，工作只占我生活的一小部分，我生活的大部分并不是工作，我在想别的，我在玩别的，是吧？我不想在我的业余生活里面还在这个解决别人工作当中的问题，是吧？这个会占据我大量的精力。我觉得就本身工作一天10个小时已经占据我大量的精力了，然后我休息的时候我还得回答这些网友这些问题，这些重复的问题，是吧？这不又占据了我另外一，就是说我本身生活上的其他时间都没有了，是吧？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不是得不偿失了。我觉得不是说我拿大或者是我不爱搭理人，实在是我觉得我投入的精力够多了，我视频里面已经讲得够详细了，你多看我几篇视频也差不多也什么都会了，没必要我还单独跟你聊，是吧？上回有一个做广告的也加了我，加了我聊，哎，你这边刷不刷单呢、这个那个聊半天，我说你找那些能愿意和你合作刷单的去吧，啊，别找我，我这个已经很长好几年都不干这种事儿了啊，是吧？就是说都是来问一些有的没的，我就很耽误我的时间精力的，我就不太爱加人了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网友说，我看了你很多视频了，再加微信啊，我不好意思，我在这里呢还是要把你的这个话给戳破一下，就是说你既然是看了我很多视频的话，你怎么会找不到我的微信呢？因为我微信我发过一个视频还两个视频的下面，是吧？很多网友都是通过这些视频呢，通过这个渠道呢，把我的微信
加上你，我想问问你，如果你真的看了我很多视频的话，你怎么就找不到我的微信号呢？说明你还是没有看我的视频，或者说你光看了没有看下面的留言，是吧？这样的话就是说明，咱们缘分还是不够，是吧？你慢慢看，是吧？不懂呢你就去留言，是吧？评论区有大神，他就会帮你去回答这些问题，是吧？哎，就是拉拉哒哒就说这些，就是有一个说明吧，反正就是说。对，感谢今天呢，好像是我的订阅者到了300了，我说感谢，哎呀，是不容易啊！我知道其中肯定有一半，或者是有1/3，是那个这些这个机器人的号啊，广告账号，因为我时不时我就收到这些留言，什么赚钱什么他赚钱1小时几百，然后拿一些乱码，然后点击视频乱七八糟的啊，一些这个网页的链接，这些留言啊。在我回复不了的，因为他好像是这个油管的这个系统啊，就把这些这个类似于疑似广告的这些留言呢，就给屏蔽掉了，我回复不了，我也删不掉，是吧？还有一些留言我也回复不了，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也能弄不明白啊，大家就看看就行了啊，我也不是全知全能，我懂得不多，你知道吗？所以说你问我问题，我有时候我不回答是有的时候是我不要回答，有的时候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就相互理解吧，相互理解吧，反正这东西就是这个人生在世啊，你在街道上走来走去，遇到过形形色色很多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听你说话，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回答你的问题，是吧？就是主要都是看个缘分，是吧？有这个缘分呢，差不多就到了水到渠成了，是吧？没有缘分的嘛，是吧？对面不相识吧，这都是老话嘛，是吧？行了，今天不叨不叨了，随便叨一叨啊，主要是今天感谢啊，感谢这个订阅超过300了啊，这个确实不容易啊。这个我这个为什么要感谢呢？本来我也没有想着感谢，我主要是记录一下自己每天是吧干的事儿，准备过干年之后呢，是吧？回过头来再看看的时候，还有一个念想，是吧？有一个记录哈。这个其实呢，我是不是特别是特意的拍一些这个什么教学视频啊，这个视频那视频啊，我觉得那个目的性太强了。我就是看看我的生活，就是这么枯燥的生活。我操，吓我一跳，我以为这红车专要超车呢。行了，今天到这儿啊，那个祝大家这个11月份啊，这个顺顺利利啊，这个心想事成，拜拜。